哇塞，大爱哦！好，请准备。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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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戒指先拔掉了，拔掉了，先拔掉了。对，因为不是专业人员，对对对的，而且每个医院有每个医院的规矩。你稍微看什么地方去放，刚刚有点太早。我个人是没有出双击的经验，这也是我第一次遇到双击，所以一开始我也还蛮紧张的。快杀青前总是这样的，你要顾量，因为你要替导演想着想，因为他有他镜头上的压力，还要顾工作人员的疲劳程度，然后要顾演员来的心情。对，我觉得真的是很多美美嘎嘎的。到了拍摄后期，特别多美美嘎嘎的东西，因为之前欠着的，现在要全部一次还清。在可预见的杀青日上，剧组是卯起全力冲向月娘的最终点。人家破皮呢。嗯，对。这个妆，第一次做酸腮，其实化妆上面没有特别的，只是嘴唇涂比较，把那个粉底拔涂哎。这样就有那种效果。对，看起来就蛮病容的，然后再这样白发。来，准备，五、四、三、二。你看，我这个师傅让我签名就好了哦。求的，但是他是全金色师傅送的，突然不知道怎么办，就是怕被看出来都同一个笔迹，就是让画面上面看起来至少不要白白就好，反正不会有特写。医院里面其实就是安排几天，大概一个半天，加起来大概有20场戏左右跑不掉了。今天夜数很多，有12夜，大家可能要拍到照。今天整天都在医院，因为阿月师姐的病是比较严重，你要看阶段性，因为你一次比一次更严重，或是你刚来的时候有很虚弱，可是那个也还是有点分别性，跟那个层次也是要自己比较细节啦，我觉得比较细节。他第一次是安排天启师兄陪他来，然后第二次是女儿。然后中间就是暗场交代好几次，可能到第18次的时候换永明陪他来。对，他其实大概利用37、38集，36、37比较多在着重这些，然后去把它剪掉而已。因为做酸菜其实是很不舒服的。然后我看剧本了，他是说会很痛的。高兴你吃吃安妥妥，还足无差的呢。你是来买还是买？我家己。哦，没，我来买。等一下看他走了，门一关，赶快去拿那个呕吐桶。来，准备，五、四、三、二，拉开。好，继续吐，继续吐，很难过的吐。然后又会想要呕吐这样子，虽然没什么经验，但是因为每个人都有不舒服过啦，就是类似的那种感觉，去尽量体会。他连手掌都不能戴，根本就回到整个点来，这样不行了啦。好，那戒指先拔掉了哈，戒指先拔掉了，谢谢哈。因为他去做那个治疗，照理说应该不可以有任何的，对对对，我想做完也没有那个空把他带回去了。
因为做的过程势必是拔掉的，所以看这是细节。对，但是刚刚其实他手指头是这样子的，你们就想赌一，他就用这个会搭补到这个，对对对对对。然后中间穿帮说跳天极在外面跟护士讲话嘛，结果哎呀，算了吧，事就是这样。是啊，对啊，有时候想到，但是没有在那个当下突然去讲，然后事后再想到又来不及了。医院拍戏，除了一些特殊的细节每每要重拍外，还有一堆神秘数字也常常令剧组抓狂。我血压很低。对，因为我不是专业人员，对对对的，而且每个医院有每个医院的规矩。那可能比如说像拍好大的戏，自己的医生他其实有一定的制服穿法，对对，一般医生可能就衬衫就好了，整齐就好。但是对他可能他白袍以外里面要有白衬衫，对，要别领带，对，所以这些都要去考究啊，尽量符合原本人家的规定。对，卖，你不是讲要吃红豆汤，还是是要困还是要吃红豆汤啦？你要吃无？啊、常常会讲一些很意外的话，然后每一次都不一样。哦，今天外口人有够多啦，排队排足久的。来，吃红豆汤哦，我给你吃啦，来。啊，你是要睏还是要吃红豆汤啦？本身没问题，是他讲的话有问题。他可以把一碗汤讲成一锅粥，你知道吗？就是他很灵活吧，就是生活上的很多发生的一些很有趣的东西，他会放在就剧情里面，去让原本感觉可能只是很单纯的一个情节，它就变得很丰富，然后很有趣，然后甚至于如果有三次，它是四次跟你不一样，它中间还有一个转折。你好，好啊，你好。那个稀里呼噜实在很失礼，你知道吗？你好啊，在人家面前，也许。他有设计，可是我们看起来他没有设计。这个只是一个境界，就是到一个很生活化，就是蛮厉害的演员，就是这样。你喜欢没有？会晓，那未晓。哎，等阵，这水果先洗嘞。啊，就要下杯啊，还要搁洗哦。一定爱洗啦。然后跟到一个像顺哥这么专业的演员，是蛮有福气的，很大的收获，然后也会从他身上学到，哦，他可以这么的有张力，可是又这么自然。拍戏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啊，那有时候生活是很即兴的，突然想到什么，哎，感觉还不错。下这条水果是偌困难呐，真简单呐。哦，你接啥嘞？接啥日头啦？摕来我写啦。这简单的代志拢袂晓，写一个水果，写到上尾，我唔知民国几年啊，无就剩半了，你看。袂晓我看。这手安尼摕水果，刀安尼摕。你安尼敢会挂着吗？袂啊，这角度足重要诶，角度若摕好，就足轻松诶，好无？这就是技术，也是经验。你哦吼，爱常常练习，唔通安尼啦。我无可能一世人写水果给你吃。来，你慢等。不是啦，赶嘞，来走，行来走。
好像真的病人，行来照。所以这唯一的一套跟你没关系了，对，换场唯一的病人，对啊，只是台词换了而已，场景都在这啊，就是唯一一个场景啊。换场了，趁着女主角去补妆，剧组也忙着讨论明天的拍摄行程。他明天那个后面还要去那个素食店进进出出几场，然后还要去公园拍有没有讲电话。对，最晚不要吵。没关系啦，你本来就是餐厅的那个。像这是红肿的啊什么的？他坐在差不多。好像你这边有烫到，这边的、啊、这边、啊。OK， 坐红红。他如果开车载他被看到的，应该是左手会比较好。那不要做很夸张。当初这个角色奇哥就是跟我说，就是被老公打的、啊，被家暴的。我本来要演另一个角色，为什么要把我换掉呢？我们各自认为是做 OLED 下去啊。那有别场，有别场脸上有伤的，在那个千之和家。快杀青前总是这样的。对，因为演员的档期关系，然后也加上快杀青了，所以就会变得好多的散景凑在一起。这天主场景结束又都是散景的，所以大概都一张可以解决。你要顾量，因为你要替导演想着想，因为他有他进度上的压力，然后要顾工作人员的疲劳程度，然后要顾演员来的心情。对，我觉得真的是很多美美嘎嘎的。进来，放在这里。他在这里收。还好吧啊、哦，还好，我就不拆了哦。来，先准备，5、4、3、2。准备。好，我们再来一个，那边太黏了，因为他上前就放掉了，你稍微。看什么地方去放，刚刚有点太早。啊，到一个点放下来刚刚好，对不对？你平常单机可能一天日戏加夜戏大概7页纸到8页纸，你双机可能就要到10到11页。我个人是没有出双机的经验，这也是我第一次遇到双机，所以一开始我也还蛮紧张的。因为你双机速度一旦快了，那就会。去压缩到各组准备东西的时间，以前可能是我在拍第一场，我还可以打个 pass， 你赶快去准备那里，大概还有半个小时。现在没有，整个时间浓缩，我剩10分钟就要换下一场，你就是东西赶快来。或者是因为双机在拍两个面向，以前可能就是拍正面补正面，头发弄正面，那双机一来，你不止正面要弄好，你背面也要弄好，因为有一机在这边，对，所以你就是整个等于就是全部都要在最好的状态下去拍摄。现在断了，已收拾完毕。好，双机拍摄一次解决两个角度，除了让速度变快外，也常常会拍到连工作人员都没有地方躲。但双机最大的好处是少了联系记点的困扰。其实包含我觉得在对不管是导演或导演组的或演员在记联系动作上也是，因为我双机一次拍掉就不用记我刚刚哪一手喝水。我刚包包提哪边？我一次拍掉了，这个部分都结束了。吃饭，所以我这时候吃花椰菜还是吃高丽菜？我真的忘记刚讲这句的时候，到底是在扒饭还是吃菜？太多，有时候一个餐桌3、4个人吃饭，你真的记不得谁讲这句吃到哪一口。快起来！我们这一场的词的确是有一点，然后又一直绕。不愿意对几次，我不甘愿。我都忘记，你不是站着看我梳头。聊下来，可能恶人。那可能去玩聊，就看到的啦。我是不甘愿，我不甘愿啦。就是因为不甘愿，才会让你在爱甲恨内底安尼折磨自己啦。就是有遐尼侪不甘愿，才无法度去原谅迄个可恶的人。问题是，你感觉呢？这档戏的演员刚好都在这个时间也接了其他的戏，所以比较因为少了秀琴姐，其实差很多戏都没有办法拍了，几乎场场都有这样。
真的有点紧张，因为第一次主持又是全球性的，也怕自己什么能够做好。但是我也是抱着就是来团圆的心情，因为我吃素，我熏法香，我跟菩萨说我要从少女缘起，我有发愿。原来你有发这个愿，我也花了三年的愿、哎。我太久没有发这个愿，所以哦，现在是从二十几以后开始演。我觉得真的很像回娘家，我四位老公都来了。四任老公只差吴林山，其他全都来了。你看陈婷嘛，吴浩生，那个苏炳宪，然后还有谁？西风啊，对，还有西风，西风晚一点会来。四位老公哎，好开心啊！我重婚罪了。他是重量不重质啊，我是重质不重量。你少来，我两个影后就够了。妹姐吗？跟你啊。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啊。对啊。老公说他要看一看，我操！走去看。一开始我们会从胡子这样带开来，所以我们五十三个之后，我们这样再两位再走进来，然后开始讲话。也非常感谢三爱的一家人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那我们也会继续努力。谢谢，因为秀英姐那天主持，所以让剧组有机会可以休息一下，准备东西。阿月在房间化妆，因为要过年了。有人哦，哇，阿月失孤啦！等一下，你讲什么？有人哦，有人，他是讲美玉呢，确定？对，剧本是美玉哦，我的剧本是有人啊，不得。我们两个要不要对一下版本？最后拍摄定稿本是吧？最终拍摄定稿本。你输了吗？我是最终拍摄定稿本。当连工作人员拍到不知道是第几版时，就表示剧组已经拍到月娘的最后一集、最后一场戏了。哎，没有，我是阿月师姑啦。啊，你天吉师伯吼，传。天吉，做天吉，做天吉，没有，我是阿月师姐啦，嘿，对，啊你天吉师兄哦，带袁彩英两个后生去动物园佚佗啦，啊，佫讲哦，啊要去划船，啊不过风上头啊，我无想要跟因去啦，嘿呐，啊不过哦。嘿，啊，我即马精神较好啊呢。啊，听千姿因讲，恁今仔日要去静思堂了。啊，我也想讲，你敢会当顺续来甲我载？我想要去行行的啦。安尼哦，好啊好啊，多谢嘿。啊，慢慢。看地板，你可以，你不要一直看地板，可以看地板。是薛岳师姐她原本在的一个分会，她是我们也就是就回到他们原来的高雄分会来拍摄。我们试一遍看看，好吗？其实我们已经几乎跑遍了台湾了，一出戏好像巡礼了一趟台湾。我觉得这也是拍戏的一个很幸福的地方，边工作边旅行，然后边感受台湾的美。假的，真的有，因为有发人呐、啊，刚刚已经有 say 好，又有台词了。对，找真的师姐，怕有时候刚好耽误人家，我们都自己发灵眼了。OK 啊。慈眉善目的灵眼。好的。
我觉得不会，而且背景人物完全不穿帮，师兄师姐随性的走来走去就是对的。师兄师姐都好安静，对啊，就静悄悄，轻声细语。马上有问题，马上问一下。那马上立刻问，对，我的那个证件要别在哪里位置，对不对？马上有师姐支援。我都讲过，我要给你听哦，比较跟你讲。吃你的物件，给你福报搁长命；吃你的水果，给你结善缘、种善果；吃你一块饼，给你代代出头天；给你照便所，给你子孙拢读研究所啊！所以呢，看到定人我就已经恍神，这一关好难过。所以呢，对不起。哎，这样。一点点啦，两天在高雄要把七食堂所有的内容都拍完，你要做什么？就是现在这一场，就刚这边，对，我们刚是拍这一段嘛，对对，然后这边有个师姐，本来是要切别，但现在当然突然想把它一起拍。哦，今天导览几成功，看大家笑眯眯的，什么啦？无啦无啦，都谢谢大家努力啊，这个。还有几场？都谢你啦。秀琴，一场。两场，三场，哈哈，真是不知道怎么办是好。对对对，大概两场到三场。那当然了，我让他做那个。对，对对对，我的薛岳师姐的最终场，我这一集是40集播出。那这一集呢，其实在这一场播出之后，薛岳师姐就不会再出现了。就这样，秀琴为了40集的最后一场戏。从早上等到下午，等了6-7个小时，最后终于换到阿月上场了。太开心了，太开心了！你等比较久。5、4、3、2。一直甲我照顾甲关心，真歹势。没啦，你太讲安尼。趁过年的时候，也想要来跟大家拜个年之外，也想要。自己心里可能也有一个底，是觉得说以后的体力不敢确定，但是他也刻意的化了一点妆，然后穿了一个比较有点过年气氛的衣服来让大家，好像让大家安心一样。就说因为就是他的个性，他一直不希望别人看到他是最脆弱最不舒服的样子，所以他只要一出现，就算是即便是他做栓塞做了10几次，在最后出现的时候，他还是要漂漂亮亮，就像他的人生，他要走得很漂亮。他反而是因为身体的不好，他越觉得要去做更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在人生的最后一刻，他都要把他走得漂漂亮亮。对，所以他很坚强。所以我在这档戏其实流泪的机会不多，其实我有很多很多次都是含着眼泪，但是我觉得以薛岳师姐的个性，她不会在外人面前表现出来她的脆弱，因为她觉得她可以，她如果可以，她愿意撑起很多事情。这是秀琴在戏里的最后一个镜头，笑得灿烂的她体会了阿月师姐用一生去证明的事情，就是人生在世走一遭，要么不要来，要么活得美丽精彩。